这个是我做所有菜里面最难翻车的一道了。男朋友们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姜片，撒上淀粉，抓匀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从他看你的眼神和他给你做的饭菜里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加入洋葱、清水，没过食材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咖喱酱。做咖喱饭一定要多一点酱汁，要不真的不够吃。来半杯牛奶，让咖喱的气味变得更柔和，略带辛辣的咖喱一碗下去，全身都暖洋洋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